全家都是穿越者，专在各种纹理行侠仗义。穿进霸凌纹，姐姐被恶人欺辱，家人正要惩治恶人时，我却惊讶地发现小说页面光标在闪动。不好，有人在改动情节走向，求你们放过我，求饶声是那么绝望，求求你们。啪，有人打了他一巴掌，骂了句狗，假装好学生，让老师天天让我们向你学习。呸，贱种，在敢装学霸，打死你，你爸妈敢和我们几家抢生意，活得不耐烦了。告诉你，黑白道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背后的靠山你惹不起。在我姐的求救心声中，我们全家穿进了一篇海棠霸凌纹理。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差，能刷到这个视频说明你要上岸了，留下一句话并艾特一下自己，好运即将到来。过去的时候，姐姐晕倒在回家的小路上，脸上五个清晰的手指印，嘴角挂了血丝，爸爸默默背着她回了家。家庭医生过来给她上药时，眉头蹙得那么紧，怎么会被人打成这样？爸爸心疼地看着她，握紧了拳头，太过分了，校园霸凌到这种程度，结局竟然还 HE 了，这作者只怕是个变态。在原文里，女主深深地爱着她的同班同学校霸邓多，邓多却在她生日时约了一帮兄弟被她拳打脚踢，骂她是只赶不走的舔狗及各种侮辱性的词汇。可是她死后，邓多却痛不欲生，发现自己也爱她，于是将她的尸体用冰棺保存了起来。我妈更是心疼不已，每回穿过来都这么惨，爸爸不说话，给自己泡了一杯枸杞茶。这篇快穿文爆百出，人物三观不正，要不我们对作者动手吧？她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这样就能一了百了，不用这么累，导正情节走向，树立正确三观了。我莫名打了寒战，她不会是想把作者给打了吧？爸爸，只有小说里不受法律约束，现实生活中可不能乱来。行侠仗义是要有代价的，我连忙说。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勾起唇，摸了摸我的头，那个笑阴恻恻寒森森的，我总感觉他像是知道了什么。这回姐姐穿的角色家里很有钱，不过那些施暴者不仅更有钱还有权。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打开电视看了起来，电视里男女主正在卿卿我我，在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爸把遥控器扔过来，爸，你已经无聊到这种程度了吗？在他的眼中，人与人恩爱就和鸡狗鱼的繁衍行为一样，调个美食节目怎么烹煮肉片？我爸又说，我家人很奇怪，他们都不会烹饪，尤其是各种要用明火加热煮熟的烹制方法，他们简直一窍不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好像怕火，因为他们只会生切食物，那味道简直一言难尽。我用电磁炉煮了几次，味道比他们做的好多了，于是烹煮食物的重担便落在了我身上。姐姐醒了，穿着睡袍下了楼。爸妈二二，她眼眶通红，我妈见了连忙收起磨刀石，扶她在沙发上坐下。妈妈，我好痛。她抱着妈妈哭得伤心欲绝，我有些心疼她。妈，要不下次让我做诱饵引食物上钩吧。不说，我姐立马从妈妈怀中抬起头来，狠狠朝我瞪了一眼，你想都别想。我可警告你，娇儿，你要敢当诱饵，我打断你的狗腿。我爸妈同样怒目看着我，看得我一个机灵。二，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做诱饵？你有你姐厉害吗？你姐跆拳道、柔道、散打都是冠军，你呢？除了会做饭你还会点啥？这我想反驳，但还是选择闭口不语。我要去当诱饵，姐姐就得烹饪，她做的东西狗都不吃。我去洗手间拧了条热毛巾过来，坐在她身边替她擦嘴角的血渍。她悠悠地盯着我，谢谢小二二。我妈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毛巾，你除了会做饭笨手笨脚的，别擦疼了你姐姐。她亲自替姐姐擦了起来。我郁郁地低下了头，姐姐却悄悄朝我手心塞过来一块糖，手撤走的时候用食指挠了挠我的手心。我讶异地抬起头，却见她朝我抛了个电眼。爸爸清了清嗓子，他连忙转过头去，继续龇牙咧嘴喊疼。姐姐拿出一张班级合照，用红色马克笔圈出几个同学。爸爸妈妈，这几个就是参与此事的人。爸爸认真看了看，折指其中一个长得端正白皙的男生，他长得不错，就先从他开始吧。姐姐十分聪明，立马打电话给爸妈挑中的人选。李泽，你手表落我家了，你的手表真好看，我想单独和你欣赏欣赏，能来一趟我家吗？他刻意加重了单独两个字。我听着他那拐着弯带着钩子的声音，只觉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没想到还挺管用。十几分钟之后，一辆车停在了门口，爸妈和我一躲进暗处，只有姐姐一个人盖着薄毯躺在沙发上。在这篇文里，姐姐穿进的角色是绝色美女，男人见了垂涎，女人见了嫉妒的那种。李泽早就觊觎她很久了，奈何一直没找到独处机会，没想到竟有这等好事。江依依，你可真不要脸，明明像是在怒骂，可她眼中的兴奋的光芒却遮掩不住。怎么？邓多没舔到，改变目标了。她迫不及待地扑向沙发，下一秒我眼前一黑，我妈将我双眼捂得死死的，小孩子家不能看。耳旁传来李泽痛苦的呻吟声，姐姐笑得阴厉，李泽你才找死，看老子怎么整你。欺凌江依依，害得她惨死，你说说该怎么被惩罚？爸妈将我锁在了屋子里，他们不想我看见李泽被惩罚的画面，但是我似乎还是听见了李泽的惨叫和求饶声。傍晚我出去的时候，家里的空气里弥漫着浓稠而香甜的香水味，厨房里食材已经准备好了。我熟练地打开电磁炉，做了一锅水煮肉片，一份糖醋排骨，一份油炸肉丸子。他们吃完后都说我的厨艺精进了。姐姐说，爸爸妈妈，这小说里恶人这么多，我们要在这里住上很久了。爸爸，等穿回现代世界后，我们去找作者聊一聊吧，得告诉人家写文要带点脑子，不然我们这种小说修正工不得累死啊，给他点警告。姐姐说着朝我挤了挤眼，我蓦地打了个寒战。我默默地吃着蔬菜沙拉，朝他露出甜甜一笑，心里却忐忑得很。我怕他们常年穿梭在各种小说里打坏人，早已忘了在现实世界要遵纪守法。爸爸扫了我一眼，二二，你想去吗？我连忙摇摇头。他悠悠地盯着我的筷子，转移了话题。对了，二二，你为什么不吃荤菜？小孩子家每天只吃点素菜，怎么长身体？他的目光好犀利，仿佛早已将我看穿。我的后背倏地窜上来一层冷汗。算了，女孩子爱美，吃点素食也没什么不好。姐姐打圆场，要不是我嘴馋，也想像二一样只吃素食呢。爸妈深深地扫了我一眼后，转移了话题。下一篇要穿的小说找好了吗？他们聊起下一次穿越的惩罚对象，我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姐姐咬着筷子朝我眨眨眼，我总感觉她什么都知道。晚上，我将自己关进房间，拿出电脑查阅这个故事的走向。
看到后面，强烈的不适感让我想吐。男主邓多在女主死后悲痛欲绝，请了高人将女主的身体献舍给了一个恶魔，恶魔功力高强，又比平常人多一根情丝，于是小说里的男主们全都对他念念不忘，他们在他的破位下乖乖拜倒在他脚下，并以兄弟相称，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原女主呢，就那么活活被欺辱致死，我忍不住吐槽。我开始噼里啪啦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姐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啊，你过来一下，我将电脑合上，走出去帮我涂一下药膏。她走回自己房间，我跟着进去，坐在她床边，小心的将药膏涂抹在她后脖梗上亲子的地方。老子穿过来的时候太迟了，女主已经死了，不然看老子怎么教训他们。对了，二，我们下回穿什么题材？我的手一滞，秘密被捕食者看穿的恐惧感瞬间蔓延到四肢五骸，掌心发麻，指尖竟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姐姐还在说，二，依我看是晴雯也不错，结合绑架贩卖女生的热点，手猛地一抖，药膏擦在了姐姐衣领上。我忙说，姐，药膏把你衣服弄脏了，我去找块毛巾擦擦。一转身被吓了一跳，爸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无声无息的，目光犀利的盯着我。二，这是什么？爸爸拿出我的平板，打开，指着我修改的页面，觊觎玩物。你打开这篇小说准备干什么？完了，被他们发现了吗？我不是他们亲生女儿，而是一名小说作者的真相。在他们灼灼目光的逼视下，我的后背已然渗出一层冷汗。我在看姐姐穿成女主之后，后续走向还会不会出现浪魔？妈妈接过电脑，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冷沉。老公，按理来说，女主没死，浪魔就不会出现了。你看，爸爸和姐姐也都凑了过去。原来姐姐穿过来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这个故事的情节走向。几天之后，邓多和他那几个兄弟又一次找上女主，在他们的欺凌中，女主死去，然后是被献舍，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女主被玷污的剧情竟诡异地又重新发展一次，这是不是说明有人在篡改剧情？之前姐姐穿进来时欺凌已经结束，她虽然感知到了女主的疼痛而发出心声呼救，但并未经历前期过程。如果再发展一次，那姐姐岂不是要承受？更重要的是，这次死去的不再是女主，而会是姐姐。看来我们要强行改变这个故事的走势了，爸爸说，以往我们穿进哪个故事里，只要稍加干预，后续情节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结局便会大不一样。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可强行改变会让我们元气大伤，有可能永远被困在这个故事里。姐姐失望又难过地看向我，阿尔，你也不想我们被困在这里吧？看来她一定是误会了什么。我握住她的手，姐姐，我们一定能出去。爸妈，不如我们先发制人。我说，不用等邓多举行宴会，我们先把他们给……我说着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爸妈欣慰地看着我，阿尔终于长大了。好，那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一家人商量好明天的具体作战细节之后，爸妈转身上楼去休息了。姐姐将我拽到书房，红着眼眶，情节是你改的吗？我摇摇头，不是。江二，你老实告诉我，这篇文的作者生是你？我又摇了摇头，原作者不是我。他狐疑的盯着我看了很久，才躁郁的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对付浪魔，我用跆拳道、空手道，咱俩能打败吗？我走过去抱住他，姐姐，我会保护你。我暗暗下定决心，只要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我家人分毫。第二天，姐姐请了假没去学校，我不让她去，因为她身上的淤青还没淡去，太难看了。给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派发请帖的任务就交在了我手上。司机将我送到校门口，我一个人进了学校。今天我打扮得很萝莉，穿着一身白色公主裙，扎着两个丸子头，看起来像是不谙世事的小孩。有。小江江，今天你一个人来学校，才到校门口，一个高大的男生拦住了我，他就是校霸邓多，姐姐的同班同学，这篇文的第一男主。女主因为爱他做了他三年的舔狗，没想到他竟会那么狼心狗肺，禽兽不如。呸，我没理他，绕过他径直往校内走去。怎么，你姐姐今天没和你一起来？你姐姐可真白，轻轻一掐就有淤青，她哭起来的时候比笑还要好看。她不来，我这一天都抓心挠肺的想她可怎么办。邓多的言辞好猥琐，我转过身去悠悠地盯着她，慢慢勾起一抹厉笑，我姐姐也想你呢，禽兽不如的东西。原作者真是脑子有坑，就这么一个小瘪三猥琐男也值得女主舔三年，难怪姐姐非得穿进来。邓多以为我在开有色玩笑，用黏糊糊恶心透顶的语气说，我也想他呢。我冷笑着将请柬递给他，今晚我家举行晚宴，那你可别缺席。我不再理他，走向教室。下课后，我将余下的请柬送到了各肇事者手中，他们笑嘻嘻地盯着我笑，一脸的不怀好意。哟，二长大了呀，恶心的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视，看得我恨不得挖了他们的眼睛。这小脸红扑扑的，可真想让人啃一口啊。说着说着还上起了手，掐得我的脸生疼。我愤愤地打落对方的手，他们便围着我哄笑起来，拉我的肩带，扯我的裙摆，揉我的头发。我的公主裙被扯开了一道口子，丸子头被拨得像乱糟糟的鸡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跑出了人群，可是一道道黏腻冰凉的目光却如同毒蛇般攀附在我后背。今天的晚宴菜品由我协助厨师一同准备。厨师来到燃气灶前扭动开关，滋滋的打火声让我猛地一抖。为什么点不着火？厨师疑惑地看向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我。你怎么了？我害怕。厨师关掉开关，走到我面前皱着眉头，没有火怎么炒菜？可以用电磁炉。他像听到了一个大笑话一样，电磁炉炒菜，你是在搞笑吧？这可是十几人的聚会，你让我用电磁炉炒，先不说电磁炉炒出来的味道比明火差得多了，就是分量电磁炉也满足不了啊。我下意识一颤，他老是在我面前提什么火呀火的，气得我将他给赶走了。我们家一直以来都用电磁炉，你不会做就赶紧给我滚。他愤愤将围裙摘了下来，团了团用力往地上一砸，什么玩意儿，老子不伺候了。厨师走后，所有的烹饪任务就由我一个人完成了。我一边片生鱼片，一边想，我会用电磁炉已经很了不起了，爸妈和姐姐连电磁炉都不会用，他们的烹饪就是各种生切摆盘，都没有让食物变热变熟。为了实时监控小说走向，我将平板也带进了厨房，趁烹煮间隙瞄上一眼。除了要煮爸妈和姐姐爱吃的食物之外，人类爱吃的也得准备。我调好蛋液牛奶倒入踏皮里，准备烤一批蛋挞，硬菜也是必不可少的。家里早就准备了一只蓝色帝王蟹，就是个头太大，蟹壳砍起来有些费力。当我用力咚咚咚地砍着蟹脚时，门外似乎也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平手细听，竟有呼救哀嚎声。我拎起菜刀就往厨房门口跑，可厨房门却被反锁了。爸爸妈妈，姐姐，我拍打着木门，没人应我。不是说好了有我在食物里投毒的吗？
为什么？木门太厚，我力气太小，菜刀砍进去后拔不出来了，只得回头再拿其他刀具。拎起一把剁骨砍刀时，我无意间瞥了一眼平板，只见光标在不断跳跃，新的文字正在生成。赞多其实是一个修仙派的传人，他有一身绝世武功，只不过平常深藏不露。此时面对江依依父母的进攻，他毫不放在眼里，只听得他冷笑一声：好啊，都来送死是吗？小爷我成全你们。不行，若真这样发展，之后姐姐会死，爸妈也一定会被邓多虐杀。我按在删除键上拼命插掉这一段，那边察觉到被人更改，输入的速度更快了。我删他增，两股力量在拉锯，删的速度比输入的快，我生怕被更改，点击语音输入：爸妈杀了他们，满地都是鲜血，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坏人终于被制裁了。为了和他争抢时间，我将这两句复制后不断粘贴，最后整个屏幕全是：爸妈杀了他们，满地都是鲜血，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坏人终于被制裁了。形势逆转，变成了他删我输入。正僵持不下时，厨房门口慢慢渗进来一些鲜红，红色越涌越多，最后净汪成一滩，血逐渐在蔓延。这是谁的血？再看屏幕，对方已经停止修改，光标在那两个感叹号后闪烁。二，门被打开了，姐姐一身是血站在厨房门口，她冲进来，将客厅里的嘈杂关在门外。二，你没事吧？她眼中的惊慌是那么明显。我摇摇头，没事。她如释重负般舒了一口气，吓死我了。说着，将我往烤箱边推。你去那边等着，我来收拾。很快，厨房里所有能吸水的物品都被她拿来打扫地面。爸妈呢？我手心发麻，害怕地问。他们在收拾房间，姐姐一边洗拖把一边说：奇怪，刚才邓多突然念起咒语，还召唤出一条黑龙。我还以为有什么玄幻情节要出现，心想我们穿进来也没什么金手指设定啊，这回怕是打不过了。没想到黑龙突然消失了，邓多自己像是梦游一样突然醒来了。他停下来看着我，眸色幽深。我朝他笑笑：姐，我来帮你。他却制止了我，情绪激动：不要过来，我身上很臭很腥，你不要沾染。姐姐，我长大了，不用你一直护着，反正你离这种肮脏事远一点。强行改变情节走向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被困在这个故事里三个多月，爸妈每天晚上七点都要承受一次能让人死去活来的疼痛。姐姐则到了那时候就捂住心口，难受的喘不上来气。我看着他们疼到蜷曲打滚乃至晕厥的样子，心像是被绝景一般，也难过的寂静窒息。这感觉好奇怪，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啊，为什么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会这么心痛？在饱尝了一百次痛苦折磨之后，我们终于从海棠故事里穿了出来。整本书是一部快穿文，讲的是一家人如何穿进一篇又一篇三观不正的文里，终结坏人，修正情节走向的故事。以邓多为男主角的海棠文只是其中的一篇。我们进去后终于修正了原文里害死女主的男主们和浪魔恩恩爱爱过上了不知羞耻的有色生活这一剧情，让恶人得到了恶报。从海棠文里出来，本来要马上进入下一个位面，无脑虐文，但一百次的折磨让爸妈和姐姐的身体脆弱不堪，系统便允了我们回到现实休养一周。我醒来时正趴在书桌上，面前是一台平板电脑，电脑上全屏都是：爸妈杀了他们，满地都是鲜血，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坏人终于被制裁了。太阳血突突的，疼得厉害。这篇故事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再看下去了。正当我准备关掉时，鼠标不小心往下一滑，就见屏幕上出现三个血红的大字：赢。再往下翻，一行恐怖字体张牙舞爪。不过我也没有输，等着看吧。我吓得一哆嗦，打翻了一旁的笔筒，正忙着捡笔时，门铃响了。我租住的小区比较老旧，没有防盗门，更没有猫眼。不过好在木门外有一道镂空铁门，若真有什么事，也能起到防护作用。敲门声来得这么恰巧，说实话，我有点怕，因此打开门之前特意大声问：“谁呀？”二二，是我，声音是那么熟悉，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心里像是被扎进无数根绵绵密密的细针，好疼啊，疼得快要窒息。二二二二，门外还在喊。我走过去开了门，隔着铁门，但见一个25-26岁的年轻人站在门外朝我微笑。他大概1.8米出头的个子，皮肤有点黑，但是眉眼却很清秀，眼神里是无边的宠溺。你怎么哭了？年轻人有些慌，忙侧过身体：爸妈都说了让你们不要来。趴下道：二爸，你这是干嘛？为什么不把刀藏好？我这才看清年轻人身后站着的男人手中拎了一把剁骨砍刀。男人50-60岁年纪，头发花白，看起来很苍老。他连忙将刀藏在自己身后，朝我笑：二，之前的那把刀砍缺口了，不大好用。这不，来的路上见有卖的，顺道买了一把。他笑得那么憨厚，让我忍不住想哭，眼泪又不受控制的往下流。男人有些手足无措，那只没拿刀的手在裤腿上搓了搓：二，我们是来感谢你的，要不是你更改了结局，可能我们都死在邓多手上了。我果然没猜错，他们仨就是文中的爸爸妈妈和姐姐。虽然他们的面貌和小说里完全不同，但莫名的让我生出了几分亲近感。因此在年轻人让我打开门的时候，我脑子像是被下了降头一样，竟真的乖乖开了门。二，我们带了点礼物过来，妈妈温柔地看着我说。年轻人则负责将大包小包往里拎。对呀对呀，也不知道你们人类喜欢。爸爸刚开口就被年轻人打断：爸，你都说些什么呢？而他手中的编织袋底似是有血水渗出。我吓得手脚发麻，撒开腿就往外跑。救命，在书里他们是我的家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我怎么会这么大意，竟然打开门让三个陌生人进我的房间。年轻人手长脚长，三两步就追上我，抓住了我的肩头。二，你喊什么？楼下传来铁门开门声，几个邻居探出头来：怎么了？年轻人松了手，我跑到邻居们身边：他们杀人。二，你别乱说。年轻人皱着眉头：我们可都是守法好公民。二，他们，邻居们疑惑地看着跟着走下来的爸爸妈妈。编织袋里有证据，我指着楼上，就在我家里，他们刚刚提来的。妈妈一脸难过地看着我，抹了一把眼泪。爸爸一拍大腿：嗨，二，你说什么呢？那是我和你妈去菜市场给你宰的鸡。说着他跑上楼将编织袋拎了下来，跑动时一瘸一拐的，腿似乎有旧伤。
年轻人接过袋子，将死鸡拿了出来。妈妈说你总是吃素，怕营养不良，这才去宰的这两只鸡。算了，你不欢迎我们，我们走。何必闹这么一出？年轻人不满地瞪了我一眼，转身往楼下走。江一，妈妈叫住他，二，他年纪小，不懂事，你跟他生什么气？江一，爸爸一瘸一拐地追了下去，我的心好痛，痛得无以复加，好想哭。邻居们议论纷纷，他们都觉得是我不体谅父母，以为我们真是一家人。我知道向他们解释我们都是穿书者，只是书里的一家人，必然会被当成脑子有问题，因此在他们的指责中默默上了楼。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分外小心，好在他们没有再找上门来。七天休整时间已过，系统又召唤我干活了。这一回穿的是一篇虐文。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女主被恶人绑上车，并用女主的手机伪造了女主婚前出轨的信息，截图发给男主。男主愤怒之下将聊天记录公布，全网怒骂女主不要脸，甚至找到她父母问她为什么还没死。家里人不堪其扰，宣布和她断绝关系。他们甚至怨恨她为什么不检点，为什么劈腿，让他们丢脸。而这一切女主都不知道，因为她被卖进了山沟沟里的老光棍家里。老光棍想用她传宗接代，没想到半年时间过去，她的肚子毫无动静。老光棍心疼买她花掉的3万块钱，便在家门口竖了块牌子给她拉皮条，30块一碗。一年后，女主被找到时，身心早已经被伤害得千疮百孔了。她找到机会逃了出去，回到男主身边，男主却因此心生嫌隙，从此便开始了虐心桥段，一直到女主因抑郁割腕死在了他们新家的浴缸里。只是这一回，系统竟然让我穿成女主，我有些疑惑，毕竟以往都是江毅穿成女主。问系统，他说江毅这次要穿成男二，方便解救我。我穿过去时，女主已经被捆在了面包车上，一个膘肥体壮的男人当着我的面用我的手机加了他的号码，自导自演一出恶心的出墙戏码。别挣扎了，他拍拍我的脸，只要这些截图发出去，没人会来救你，你那未婚夫恨不得你死才好。不，男主不会救我，但江毅会来救我。来之前系统说过，这个故事为虐而虐，女主善良美好，不应该沦落到那样的下场。原故事的结局没有提到这些恶人，那些被他们贩卖的儿童和妇女们最终也没有交代下落。我来就是为了解救他们，并将恶人绳之以法的。正这样想着，只听得身旁一人惊慌道，老大，我们是不是被后面那辆车盯上了？上山，在盘山公路上甩掉他。我知道江一他们来了，面包车对山区的路十分熟悉，江一刚穿过来，驾驶就显得要小心许多。明明面包车可以很快甩掉他，好像就是要故意吊着他一样。一直到胖男人打电话，马上到了，准备好，一辆渣土车猝然从急拐弯处冲向江一，江一的车被撞飞，将护栏撞开后滚下了山。胖男人带着两个小弟下了车，站在扭曲的护栏旁看向山谷，着火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听到火这个词，我的头又开始疼起来，一股浓烟从山谷里升腾而上，我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把他拉下来，让他看看他的家人。两个小弟将面如土色的我拽下了车。刚刚追我们的是你未婚夫，看起来不像啊。胖男人说，来看看，那车里面有3个人，现在都死了，以后更加没人救你了。老大，这火好大呀，马上就要爆炸了吧？我浑身颤抖着，看着谷底的熊熊大火，滚滚火舌像是恶魔一样朝我扑过来，火，到处都是火。被压制的记忆在这一瞬间苏醒，我歇斯底里的嘶吼，不，江一，爸。妈，你终于醒了。我满头大汗，满脸是泪的醒来时，看见的是邓多熟悉的脸庞。坏人得到了惩罚了吗？我看着他的脸有些茫然。怎么记不住我了？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啊，邓多。刚刚是我在替你催眠治疗，他笑着说。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心理医生，更像是海棠故事里的校霸邓多。好人死了，我捂着心口，这里好疼。想起那天那场大火来了吗？站在他身后的男人有些急切地问。又提火，我吓得缩到角落里。陈警官，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作证啊，邓多说。可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现在有人妄图引导舆论，说是江家父子在施工时偷工减料才造成了那场大火。陈警官叹了一口气，我想还他们一个清白。裴荣，你在梦里看见江一了吗？他又问。我点点头。那你看见起火原因了吗？发生了车祸，车滚到悬崖下去了，我的头上开始渗出汗珠。陈警官闻言脸色愈发难看，不是车祸，是大楼起火呀。大楼？裴荣，你要是还想不起来，江一和你公公婆婆就要背负罪魁祸首这个责任了。我捂着脑袋，头疼得快要炸裂。他们是食人族，他们杀了邓多和李泽，还有很多人，他们是坏人。我们穿越在那本快穿文里，就是为了惩罚坏蛋。我们要伸张正义，杀了那些坏蛋，为什么他们总要提到火？我怕。邓多无奈地朝陈警官和他的同事，一个小警官摊手。警官们，你们看，我的病人因为深受打击疯了，你们让他像正常人一样作证，不是为难人吗？我被带回了病房里，那里有和我一样神神叨叨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沉浸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或哭或笑，似乎过得很精彩。陈警官将我送回病房时，悄悄将一盒药片塞在我手中，在我耳边说，裴荣，邓多开的药别吃。浑浑噩噩的我难得有清醒的时候，但这时候我知道陈警官想帮江一，我也想帮江一。他在每一个故事里都对我那么好，无论穿成我的闺蜜还是姐姐，甚或是男二，他都是想救我的人。我悄悄在厕所将邓多的药片冲进了马桶，换上了陈警官的药片。每天吃药时都会有人看着我吞下去，并让我张开嘴巴检查，我当着他们的面乖乖地吃下去，脑子似乎比以往清醒了些。这几天系统竟没有再找过我。一周后，我坐在床上发呆时，陈警官和他的同事进来了，他们望着我一脸的同情。我知道在这个世界，底层人民过得很艰难，他们有冤也许都不能伸，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分辨是非，不会被牵着鼻子走的。裴荣，你放心，就算是没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还你家人一个公道，网友也会查你们一个公道的。眼泪无法控制的从眼角滑落。陈警官看着我，江一那么爱你，他们都那么爱你，一定不希望你有危险，所以也许你疯了更好，这样就没人会忌惮你了。视线已然变得模糊，我似乎看见一片火海中江一朝我扑了过来，他解下逃生面罩戴在我头上，为我披上防火毯。在烈焰中，他大声叫着，二二，快跑。
一直跑，不要回头。一个架子头倒下来，爸爸奋力将我推开，他的腿被压在了燃烧着的架子下。你看，陈警官将网上的评论递给我，无数网友纷纷为电焊工们发声，出了问题找电焊工顶包是什么意思？底层人民就是为了给你们顶包的。这么大的火灾，怪在电焊工没有操作正上，离梨园尚谱，可笑，滑天下之大稽。更多是施工方给裴荣请来的心理医生。小警官对陈警官说，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手脚，裴荣这些天的精神状态好奇怪，本来就打击够大了。陈警官沉默地盯着我好久。裴荣被催眠了之后，还想着让坏人得到惩罚，还想着伸张正义，她是个好姑娘，不能让好人寒了心。我想起我的丈夫江毅和公公是电焊工，他们是有电焊证的，就在我家的抽屉里。也想起火灾当天，妈妈还在那幢大楼里做保洁打扫卫生，她为了让更多的人跑下去，挨家挨户去敲门，大声叫着快跑快跑，着火了。她见我跟着她一户一户敲门，推了我一把，啊，你快走。是的，他们没有女儿，只有江一的儿子，所以当初我嫁给江一之后，他们说我就是他们的女儿，因此叫我江二。我想起当初我们一家人在饭桌上，爸爸和江一还曾经讨论过施工方的安全隐患问题，他们说到工程层层转包和交叉施工问题上，还曾叹气道，这小区老旧，改造时这么多尼龙网缠绕着，电焊火花要是溅上去，怕是有危险，很多材料也不过关，简直乱来，迟早要出事。没想到一语成谶。我想起在火灾发生之后，我精神深受创伤的那段浑浑噩噩的日子里，我以为自己是修正三观不正小说的作者，每天穿越在各种故事里矫正三观，努力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之所以迷失心智，在小说里杀人放火也不忘拯救好人，只怕是心里有执念。正因为这执念和这无尽的痛恨，让我将家人幻想成食人族，恨不得一刀一刀剐那些恶人。而那些善良的人都是像江毅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应该堂堂正正地活在人心中。我想起那些恐怖字体，不过我也没有输，等着看吧，不正是现实生活中强大的恶人吗？我知道皮肤汉大叔是多么难，但是这一次我一定要站出来，为所有在火灾中遇难的人发声，为那几位平凡而又普通的工人发声，更要为我善良的家人，为我爱的江毅发声。我望向陈警官，目光前所未有的清澈。陈警官，我想起来了，江一和我公公他们的电焊工证书在哪里？我带你们去找。全文完。